11点多了，然后我开灯准备去洗手间，然后看到了这样一幕：这四喜当妈的直接睡觉了，这个小宝贝挂在这儿，感觉一只小脚还踩着地，就这样睡着了。小宝贝，哎呦呦呦，你困成这样了，哎呦，找妈妈路上睡着了，得关上。我给你留点进去的口啊。去哪儿啊？吃猫粮去了。四姐，我换了一下方向，你都进不去了。平时拉这边，我今天拉这边，他就在这静静的守着，静静看着也不进去了。小宝贝醒了。嗨，半夜了，醒什么醒呀？不赶紧睡觉，半夜还醒。小妹妹醒了，接着睡吧。四喜，赶紧进去，门开开了。四喜选择从上面跳进去，这太逗了。这门开开了，你不进，你从上面跳呀？真是一生个生一窝宝宝傻三个月啊！行了，你进去了，我再给你拉上。赶紧睡觉吧，喵喵，小妹妹，该睡觉。好了，睡觉吧。这哥俩要打上了，加油！毛毛熊格格有点大，它的体格大一点，长毛的体格都每次都会大一些。哎呀，要欺负弟弟吗？小苹果可爱了，小可爱的小苹果，可爱的小苹果。打不行，毛熊，小王子，小长毛就叫小王子吧，跟你大王子哥哥一样。那小苹果厉害的。